恭喜啊！檀健次队、胡夏队、芙蓉飞队，还有我们逆袭队已经形成了。在明天的时候呢，我们两位人气助力官，他们一个人带两个队 ，AA 对决了。哦，两组两组对决。接下来由我们新到的敏涛姐开始，你选择这个战队，请走到这个战队队长的身边，然后举起他的手。好，拉起手的。对。嗯，我要选择的这个这只手是因为我抚摸过也拉过的手。哇，谢谢妈妈。谢谢妈妈。儿子母亲团聚了。哦，是这样啊。小爽来，妈妈，逆袭战队。好，我们叫 Sad Boy， Sad Boy， 伤心男孩，我们叫。我喜欢那个。我觉得那个涛姐应该会选你的第二场。阿里巴巴。好。那小爽又没得选了，小爽就是我们那个斗牛了。耶。耶，你又要跟你在一起了。有两个队了，檀健次队、胡夏队对抗芙蓉飞队，还有明道队。小考当中得分最低的芙蓉飞团队第一个上场，但是你们同时也拥有率先挑选对手的资格。然后呢，剩下的两个队自动形成对战关系了，明白了吧？明白。但是明天的第二次公演，我们将加赛一轮队长的 solo 表演。队长的 solo， 我的妈呀，干嘛呀？那我干嘛去啊？队长的个人战的得分会和团队的得分相加，形成战队的最终得分。明白。队长的个人秀在24小时之内，队长自己准备。这么赶，压力好大。明天你们要自己要加演一个，你唱最炸。那些年给他唱出来，秒杀一切，加油，你是最棒。我是非常放心的。哎呀，这队长怎么今天还要出来搞一下？我真的是服了，挺难的吧？因为时间太短了。我觉得很好啊，这又给了我们多一个表演的机会。甚至其实，这20位哥哥里面，可能很多人都想要这个机会呢。当金英老师说的时候，我们队还没有选出队长。就很简单，就是谁有东西 solo， 谁出来当队长。还有24个小时了，每个队都有不俗的表现，我们特别看得特别欣慰。从初舞台到三人组，到现在的五人组，你们有很大的变化，而且确实随着节目的播出，人发现哥哥们在变化了，这个太可喜了。所以说，这个舞台就是成长的过程。希望你们4个队的表演，对得起这么多人给你们搭建的舞台，好吧？好。加油！最后，咱们和我们两位女神运行我们的追光神器 vivo X60 拍个合照片吧。好。